吃草莓的季节，一起来折草莓吧。正方形纸折米字，中间打开，是这样子的，四边一样的折法，下面向上对折，四边一样的折法，上面向中间对折，四边一样的折法，上面的小口的打开，按平，四边一样的折法，沿中线对折，上面的三角向中间对折，上面向下翻折，撑开小口袋，刚才的三角向里对折，草莓下半部分就折好了。加点小东西还可以做成草莓盲盒哟。取一张和刚才一样大的正方形纸，拿四分之一折花托，再取四分之一卷成花杆，把花托和花杆粘在一起，草莓上涂点胶，粘在一起，画上草莓籽，就做好啦。宝宝来拆盲盒啦。有糖果哟。